这是我们在去年在东莞第33届国际比基尼小姐的比赛当中共同见证脱颖而出的去年的冠军，第33届国际比基尼大赛的冠军，来自于斯洛伐克的 Julia。 OK Julia, Hi, how are you? OK, I'm wondering, what is the perfect thing when you got the winner in this whole year? Oh yeah, the first, good evening, 你好，大家好。The first was, of course, my happiness. I was really very glad to have this crown because it was really my wish and my dream come true. And this dream, I wish to become the only one to happen the same. And I hope that the winner, she will also enjoy me and she will be also that happy and also that glad, also that proud.Cool. OK, 谢谢我们的 Julia. Thank you, Julia. 冠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出我们的开奖嘉宾了，因为这个奖项太重要了，我们是不能够随意来开的。我们请一个金手指，他就是国际比基尼社会的国际主席 Alex Liu, 有请。我们揭晓今天晚上谁是大赢家。The winner of Miss Bikini International 2007, Miss Venezuela. 委内瑞拉小姐，恭喜！谢谢你 ，Alex Liu， 谢谢。来自一个盛产美女的国家，一个传统盛产美女的国家，委内瑞拉 Miss Venezuela。有请发奖嘉宾林波仪，北京商贸有限公司。恒辉国际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恒先生，还有著名影星明星林波仪代言人李彩华小姐，当然还有香港卓能集团有限公司执行主席赵世增博士上台为我们的冠军得主颁奖。我们知道委内瑞拉是一个盛产美女的国家，对吧？历来在不同的全美赛事中都是摘金夺银，此次也再次获得了胜利哦。我们的委内大小姐已经激动地流下了眼泪。是的，我看到了。Don't cry, don't cry, congratulations, don't cry。对了，我们的有惊无险没有关系，我们委内瑞拉小姐虽然有些激动，这个黄昏是来之不易的。是的，是的，所以她激动的流下热泪。哇，还有一个非常 personal 的一个礼物啊！赵博士这么的细心体贴，谢谢你。是一个我们江南很著名的盛产特产蜡染哦。蓝布蜡染，再一次感谢我们所有获得今天晚上奖项的佳丽们 ，Congratulations, ladies. OK. 好，谢谢，也谢谢我们的颁奖嘉宾，谢谢。好，亲爱的朋友们，林波仪第34届国际比基尼小姐盛世世界总决赛到此结束。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光临和支持，非常感谢各位支持，谢谢。我们相约东方，相约中国，也再次对所有支持我们的各个公司、所有的机构以及所有的媒体、所有的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你们大力支持，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是的，万事如意，身体健康，谢谢。